平均排名 3.83 的台斯已经是全英雄第二了。台斯越强，就说明酒馆某个种族越强，酒馆就越不平衡。现在野猪人平均排名都超过了赖风很强的亡灵，吃巨力甚至达到了恐怖的 40%。手动蛀牙的效率已经超过了全自动野猪人，但也不一定。关前提醒，本局有些伏笔，但影响不大。